林胜飞目前在二军的打击率高达了50%，五支的安打当中，一发的红不让，一分的打点，不限。这球打了强劲，打穿了游击防区，形成专打。哇，林胜飞在第二个打席马上讨回来，敲出一专打，站上了一垒。他应该算是蛮不错的游击手了。算目前中职里面算还不错的一个游击手，但我觉得他还有。这一球打击出去，结果打穿了游击防区，形成专打。现在这支安打带有打点啦，一个跑者回来没有问题。林胜飞的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，算算时间，应该是可以回去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打击手感还真的不错哈、哦。这一球出，突然来一个慢的，还是这一球打击出去，在右半边落地，又是一支安打的出现。林晨飞这个时候敲出这场比赛第三支安打，而且这支安打要带有打点啦。打回来的是江州蒙打赏的演出了，一对决赖鸿成。这一球打击出去，打得相当强劲，在右外野方向。右外手最后是跑回来，我差点跑过。这一球打高了，在内野上空，游击防区，游击手等了很久，泡了一杯茶的时间。这一球打击出去，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游击手接球之后传向二垒，结束了富邦悍将这。这一球打得强劲，正朝着游击手而去，游击手接球之后传向一垒，没问题，刺杀了打。这一球打击出去，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游击手接球之后稳稳的传向一垒，刺杀了